你看，景东这个地方叫做龙东湖，也有这么漂亮的地方。因为在这个地方是在山谷，在秦山当中的山谷，你有没有去看到正前方在山边上的这一棵大树？就是那一棵900年的大树，就是傣族第一任的酋长那个时候种下去的大树。天气好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山明水秀，但是这里经济不发达，几乎年轻人都往外跑了。这里就是寺庙多，看到的好多都是寺庙佛塔。你看在这山坡上也有一尊大佛像，把心静下来，无论到世界哪一个角落，你都可以欣赏一些大自然的美景。